你们两个换上他们的衣服，到059的六号包房门前听一听，他们两个到底在说些什么。好好。孙经理，在今后的几天里，我们可要紧密合作。是是是，这是我的名片和电话，请林社长和李副社长随时与我联系，必然定当效劳。开这儿了吧，请。走。是啊，真有意思。先生，有事儿吗？能不能给我一张你的名片呀？当然可以。希望你给我电话。会的。走吧，队长。队长，是。对，队长，队长。昨天发现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消息：天章社的李五九在宴请东丽纺织厂的董事长孙正雄，而且我看得出，李五九根本就不喜欢那种地方。哦。李五九虽说心狠手辣，但为人木讷。不喜欢却还是要去做，说明这是件公事。东丽纺织厂，你说的是虹口区那个纺织厂吗？据木鱼和小燕偷听到的他们谈话内容，这个纺织厂很有可能是法利坦的下属企业。哎，这个工厂我也听说过，规模很大，应该算是上海最大的纺织厂了。哎呀，这个也是法利坦的企业，那这个法利坦的势力也太大了吧。哼，这就叫不查不知道，查了吓一跳。法利坦势力这么强大，原来是有这么多大企业对他们进行资金支持和行动上的协助。就像雪宝说的，这个东丽纺织厂确实是上海闻名的大企业。哎呀，跟他们比，咱们可成了穷光蛋了。这个天照社、法利坦有金条企业支持，啊，复兴社有政府特务支持，咱们呢？咱们有什么呢？咱们有的是正义，我们进行的是正义的斗争，我们保护的是国家的宝藏，我们心底无私，代表正义和光明。比那些怀揣大把钞票、寝食难安的犯罪分子不知道强多少倍。英雄，说得好，好。管他什么金条银元、政府特务，就算是龙潭虎穴，咱们也要闯一闯。现在时间紧迫，去吧，咱俩走一趟，看看这个工厂到底有什么文章。好。醒醒，快醒醒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，快醒醒。领班，我告诉你，昨天两男两女混进来，是冲着天照社李副社长来的，快通知楼上的林黛青社长。好。醒醒。昨天晚上的事情办得怎么样？没出什么岔子。李社长，你怎么看上去不太高兴啊？哎，我不太喜欢那种花花绿绿的场所，更不喜欢孙正雄这个人。他可是东丽纺织厂的厂长，目前我们的设备藏在那儿，要以大局为重。嗯，明白了。总部决定三天之后将设备转移到预定地点。真的？嗯。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这些设备只要安全地运抵高邮，靠李福田目前整理完善的宝藏资料，通过勘探一定能够找到藏宝库的入口。嗯，
喂，社长，昨晚有两人进入俱乐部，是冲着李副社长来的。什么？请你们一定要严加侦查，务必把这个人揪出来。是。社长，怎么了？昨天晚上有两个人闯进了俱乐部，说是冲着你来的。冲我来的？根据他们刚才的描述，很有可能就是顾英雄那些人。社长，放心吧，我已经派了三个小队赶往东立纺织厂，将那里严密守卫起来。最后三天，绝对不能出任何岔子。是。战地指挥部似的，这里面一定有问题啊！你看，这地方只有一个入口，而且守卫森严，看这阵势啊，里面的枪手不下百人。那怎么办？必须得从长计议。首先，要确定的是设备，如果是在这个纺织厂里，那他们究竟藏在什么位置？晚上咱们换上夜行衣进去探探。恐怕没那么简单。你看，纺织厂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枪手把守，根本看不出来哪是他们的重点防护区域。又调来了一些人，我就知道，这也正好印证了我们的推论，设备就在这个厂里。这个地方布防严密，想要从外部打入，基本没有可能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想想办法，先回去。先生，刚到的新货。上海那边有动静了吗？顾英雄正在追查设备的下落，我们的人也查到这批设备可能藏在东立纺织厂。你记住了，顾英雄这个人的命迟早是我的，不过现在这批设备比他的小命要重要。属下明白，我已经安排你以前的老部下汤云生到上海。好。怎么还不回来啊？真不知道怎么样。英雄，英雄吧，你们回来了。刚刚小燕就听到了东立纺织厂的电话和电报，得到了一个非常有用的消息。什么消息？明天早上七点，有一位医生会抵达上海。东立纺织厂的孙正雄腿部有骨伤，这两天旧伤复发了。于是啊，他从北平的协和医院请来了一位留美的骨科医生江尼安来此。这位医生此次前来，除了给孙正雄看病之外，还会去美国大使馆给一位叫凯利的美国外交官检查腿疾。太好了，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，通过他们的电报内容可以发现，他们双方都不认识，与明天接战的人约定白手帕为信。太好了，真是天助我也。你是想假借这位医生混入工厂里？是的，故伎重演。不过这一次我可得好好准备准备。那对方是位医术精湛的医生啊，很容易穿帮的。只要不让他给人开膛破肚，凭他那三寸不烂之舌，就是胡说八道都能应付下来。看病哪有准啊，一个医生一个说法，尤其是骨科。
而且这个孙正雄啊，一定有病历，咱们看看不就行了？哎呀，真有你的，真有你的！哎呦，来说说我的计划。来，怎么样？到时候把这些一起都包围他们。照计划行事，都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好，都注意我的手势，我一动帽子就行动，一定要看清楚。嗯，好。哦，小燕，最近这皮肤还挺嫩的吧？那是当然了。哎，那边那俩小子好像是激战的。没事，看我的。好，小心点啊！小心。嗯，我过去了。你们在等人啊？对呀。啊，你也是吗？对啊，我等人来接我。这死鬼啊，不知道死哪儿去了。是吗？嗯，你们有车吗？稍微撑可以吗？这不好意思，我现在的确不大方便。是是。哎呦，两个大男人怎么这么小气啊？不是，哎呀。哎，对了，啊，您到东丽纺织厂。对不起啊，让您久等了。我说这孙正雄怎么办事的？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孙经理啊，已经恭候多时了，请跟我来吧。啊，请。哼，真讨厌。哎，我来帮你。哎，脏。哎呀，脏。一会儿我们就笑。这边请。哎，干什么？你这边请。干什么？别告诉你了。你谁呀你？干什么？我还想问你们，你们是谁啊？对我的女人贼眉鼠眼的，想干什么？吵了，别吵，说什么？什么？什么呢？哎，老婆，你告诉我，他们是不是欺负你了？没有，没有。没理会吧？我宰了你们！装死！我死！我宰了你们！我远点。哎。你搂我干什么？我搂着你干什么？我这不是装的像？不许碰我啊！我，哎，小燕，哎，这边，怎么那么远呀？吃饭不远不远啊？这边，你看，你看，请。哎哎，离我远点，脏死了，脏死了！哎呀。对不起，焦先生，您被绑架了。哎呀！行李拿过来，快的。老实点。你太不厚道了，给我们孙经理看病也不带点家伙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小子干啥？真没看出来，你还好这口？啊？
有话要说。老实点。不然崩了你。走吧。我不是江医生。你耍我。不。本来有个姓江的医生跟我一起的，不过他在火车站的时候就已经被美国领事馆的人接走了。什么？那你是谁？我叫王文佐，是从大连来的机械工程师。是法利坦总部派你到东丽纺织厂的？啊，是。说是有一批设备出现了一点问题。你们是什么人啊？问这个干什么？嫌自己命长是吗？不问。那我求求你们放了我吧。我让他们给你们钱，很多很多的钱。闭嘴。那现在怎么办？照原计划进行。我们在那儿盯了半天，就是没见到人。这什么？现在是非常时期，这个王文佐是总部派来维修勘探设备的，要是他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的麻烦就大了。厂长，当时我真的一直盯着出口，除非他在火车站里面就被人接走了。我刚才接到了大使馆的电话，他们很明确地告诉我，他们只接走了江医生，并且亲眼看到王文佐从车站里走出来的。是，我这就带人去找。混蛋，一群饭桶。是。厂长，门口有人说要见你，被天照社的人给拦住了。我谁也不想见。他说他从大连来的，叫王文佐。啊？什么？那还不赶快去接呀！是。王文佐先生，失敬，都是手下失职啊！他们去车站接您，没看见你。如今世道混乱，我呀，只是相信我自己。啊，那倒是。王先生，您请。来，别动。脏死了。请。王文佐，别嚎了，不许动。我知道你想让我把你放，我也知道我跟你也无冤无仇的，可你说我们无冤无仇的啊？你为什么非得帮助那些外国人干那些不干不净的事情？为什么非要挖我们的文物，盗我们的宝藏啊？啊！害得小姨我连恋爱都没法谈了啊，连最喜爱的发明都没时间搞了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别嚎嚎了，最恨你们这帮衣冠楚楚的禽兽。别嚎了，听见没有？别嚎了！你啊，你要上厕所啊？你早说嘛！你这，哎呀！里边请。请。哎，工厂里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人是干嘛的？啊，那是天照社的，安排他们来呢，主要是保护勘探设备的。天照社？哦，没什么。您舟车劳顿，您先稍作休息。今天晚上，我带您享受一下上海之夜。那我可得养精蓄锐了。哎，对，先休息。来，送王先生去休息。王先生这边请。请。厂长，
你觉不觉得这个王木佐有点问题？嗯，你马上联系法利坦总部，让他们发一张王文佐的照片过来。是。想知道这个王文佐是真还是假，我们还可以试一试。嗯。王先生，就是这件。孙正雄终于办了件地道的事。您先休息，回头我来叫您。嗯，有劳。哎，王先生，起来。王文佐先生，实在抱歉，我们二号车间的设备出了问题，维修工出去办事了，晚上才能回来，希望能劳烦您一下。我现在需要休息，等你们的维修工回来之后再解决吧。可是今天下午这批物资特别重要，我们孙经理务必请您去一下。特别重要啊！你刚才说这批设备在什么地方？在二号车间。哎呀，真不想去。好吧，希望不是什么愚蠢的问题。我呢就假装摔倒，这两个人啊过来扶着我。这时候啊，雪宝过来了，就跟这两个人打起来了。你笑什么？你
知道吗？嗯。开玩笑吧？你真知道啊？嗯。哎，你别骗我啊！我现在把你嘴里的这玩意儿拿掉，不准再嚎了，听见没有？说吧。啊？水。好。快点啊！来。来。来。快说！我肩疼。好，肩疼了是吧？嗯。这儿啊。右边点。这儿。再右边点。这儿。对。再跟小爷耍花招，看我不整死！哼，一起来解题。说，假设未知数为 x， 根号三除以十三。牛啊！想到你还真有一套啊，你啊！哎呀，这个不过就是一道重力内部编值的问题嘛，一道学生题而已。哎，我夸你两句，你还上脸了你？再牛逼也被小爷我给绑了吗？啊！你流氓！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流氓。你再说一遍。王先生，能看出设备出了什么问题吗？中立纺织厂是上海规模最大的纺织厂之一，工作如此重要，你们竟然连这点问题都解决不了。王先生教训的是，那还请您赐教。还请我赐教？这点小问题还用我解决？给你们一个小时的时间，解决不了你们就等着被裁掉吧。王先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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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你看你养的这帮饭桶，一点小毛病都解决不了，还好意思打扰我？哦，您息怒，您息怒。您作为高级工程师，火烧眉毛您就不管，这有点不太合适吧？什么意思啊，孙经理？我刚才敲过的这三个位置，就是设备出毛病的位置，拆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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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哥，你此行的目的是什么？我是应总部的要求来到上海，为他们的设备进行全方位的检查。其实这批设备是去年新进的。不会有什么问题。如果真出了什么问题呢？
内行一般查三个地方。哪里？发动机、轴轮，还有……还有呢？如果是个内行，尤其是对这种设备非常了解的专家，还会注意到另外一个位置，也就是轴轮下方的一个螺丝钉。轴轮转动时会产生剧烈震动，并且会持续散热，这颗螺丝钉很容易受到损害。表现不错，回去以后让雪宝好好的照顾照顾你。好了，再看看。设备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就是发动机和轴轮，这是熟练的修理工，都应该熟知的。刚才我已经检查过了，这三个地方的确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。王先生说的的确是对的，他对设备了如指掌。轴轮下方的螺丝钉已经出现了脱落，一般这个地方很容易被忽略掉。啊！哎呀，王先生，真是有劳您了。这机器已经有些年头了吧？啊，没错，是厂里最老的一批机器。但是最近任务繁重，我们准备将它重新拉回生产线上来。这批机器与在此之前的机器相比，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这颗螺丝钉。可以说，这颗螺丝钉在支撑着整个机器的运转。所以，这颗螺丝钉是用最好的耐酸钢制成的。这种精细的做工在中国很少见。想恢复这批机器的生产能力，必须找到一个一模一样的螺丝钉。啊，没问题，我们马上找最好的工匠重新打造。哎，慢着，这是下下之策。且不说能不能找到这种材料，就算找到了，也可能找不到中国工匠。那依您的意思是说，可以马上给生产这批设备的美国工厂发一份电报，让他们空运过来。空运过来，起码要一两个月呀，来不及呀。这倒是，不过要解燃眉之急，还有另外一个办法。您请讲。就是，找到一套别的高精设备，从他的身上借用一颗螺丝，到时空运过来了，给他补上，就天衣无缝了。我知道哪里有。对，王先生，您的建议我会好好考虑的。那好吧，你自己好好想想吧，这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我先走了。厂长，王先生的提议确实不错啊。饭桶，我们厂里藏有其他设备的事情不准对任何人说。是，可是螺丝钉这事儿……螺丝钉，你待会儿去一趟，就说是我的意思，记住不要太招摇。是。现在可以排除车间，孙正雄啊，孙正雄，看你能不能做得住。缺点东西，取什么东西？不让进！走走走走走！哎，走吧走吧。原来这批设备在仓库里。王先生，谁呀？啊，王先生，我们厂长让我来邀请您去共进晚餐。不去。王先生，我们厂长说了，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，厂长想与您把酒言欢。行了，稍等片刻。好。
王先生，王先生，休息的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哎呀，那就好。晚上呢，我都安排好了。你是远道而来的贵宾，既然是贵宾呢，就得按照贵宾的礼数来招待。上海有个好地方，是所有男人都向往的温柔之乡，你也一定会喜欢的。请上车。请上。希望别是什么庸俗不堪的地方。好。需要另做安排吗？愚蠢！俗话说得好，这酒后吐真言。我已让运通俱乐部的老板准备了烈酒，晚上好好套套房。王先生，你放心，一会儿我保证让你满意的啊。王文佐先生初到上海，还喜欢吧？哎，停车！怎么了？我想买包烟。哎呀，让他们去好了。哎，不用。我这人最讨厌被别人使唤，所以也最讨厌使唤别人。跟上去。老板，来包烟。什么烟啊？大前门。十块。嗯，王先生，这钱应该由我们来付。哎，您收好，客气。来，不用找了，这边请。哎，对了，你们那个运通俱乐部禁烟吗？王先生放心，在那儿可以干一切你喜欢干的事儿。哦，可以干一切喜欢干的事。走走走走。王先生请。